今天分享一道不烤不炸的蒜蓉蒸茄子，好吃不油腻。茄子切两半，水开上锅蒸5分钟，碗中放蒜末、小米辣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白糖，搅匀备用。蒸好的茄子划上几刀，铺上蒜蓉酱，扣盖再蒸3分钟，最后撒葱花浇热油激发出香味，赶紧试试吧。